这个不是保龄球啦，这个要吓死人了。哇，这等一下要怎么收这么多？哇，这个踩到会跌倒哎，这个这样咕噜。这个是，那个是。那一起收吧，来把这里一起收回去。太多了啦，你怎么全部给它倒出来？假装的。怎么假装？假装也要收啊。等一下，菜刀就跌倒了。你是什么机器人？你是臭屁股机器人。